多鱼耶，下面。好，第二。反正反正。第三。第二条，第二条。现在也来一个第三。中中中中。看好，来不及开。很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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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隆零点四一点五赖 DQ， 你介绍很多次这一很好用啊，真干，我钻石的干了，钻石。哦，牛逼！哦，牛逼！Hello， 今天是我们的 Lightcast 795。送了一个牛饼，小黄，小黄，小黄，耶、yeah ！送的第一条，讲一下话吧。感觉很好。感觉很好。害羞害羞。OK。OK， 我们。哇，没另外一次又中了神竿，神多的神竿。爸爸不好意思，一个人钓那么多。不会、啊，钓鱼没有不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哈那个叫40厘米嘛，是不是 ？40cm， 然后现在很好钓，就几乎每竿下都会中。再来继续。来。这个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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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的，小的，哇，跟你都小，哈哈哈哈哈！哇哇！哎呦，来了来了！
Constellation 对吧？公呢 ？Constellation 1.53 三。哦，跑了很远哦，回来了。哎，三毛公。方平，方平，方平，把他拉回来。控制一下，方平。垮掉不？控制回来了。OK。技术对吧？拉回来，你看强度啊。耶。PlayStation 1.53。黄奇伟。感觉怎么样啊？爽。拜拜。小小的锅巴。Hello， 第二天。白天小时候中什么？小高高。你知道中什么吗？不知道。小红斑，燕尾斑。不是，飞哥，波比。这么小的嘴巴，这样子勾，哎呦，耶、yeah ，太离谱了，太离谱了，好难钓哦。这只就比较大一点，还不错。OK， 放生了，谢谢，拜拜。好香哦，肚子饿，鱼还不饿。第二条 GD 应该是抛不到四杆就中两条了，再接再厉。今天用的杆居然八十只，中了一条 GD， 蛮有赛色，也不是说有赛色还可以。OK， 今天的第二条 GD 翻身吧 ，Let's go， 拜拜。希望大家以后钓鱼钓 GD 那些就 catch and release， 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钓。我们在这边的钓法跟马代就很大的区别，就是马代我们都用 small fish 来追着鱼，速度也会比较快。在这边就是大船，我们遇到鳄鱼我们就 cast， 遇不到就是jigging 啊，试试看 cast 啊，看会不会来要。所以这边和马代的钓法都很大的区别。再搞紧好，飞起来！哎，飞起来 ，OK。好 ，free move，free move。哎，好，这个小高高好玩。Constellation Live GD， 好一般的老师啊。
色的杆，钓红色的鱼，我已经钓了十多条了，这就是我的神杆。公道上来，等一下再剪。我已经从他旁边插不能过去。小弟弟，如果没有兄弟，来你飞龙。光饼，希望81钓到一个海底飞龙。今天光饼的第一次钓。还不错，再接再厉。海底飞龙了，没关系，来了。哎呀，恭喜人生新的表，太多方便干，真好用。这条是千多方便干走，第二条，第二条，直立。
十二，非常犹豫的影响。什么感觉？很爽，很爽哦！我这么说你会兴奋中。是啊，一定一定。这个技术，你看他技术都可以，一定会中。这些杆子一定会中。终于啊，拖了很多只，终于中了一只，上了一只。我知道了。那就说你一定会很会中的，是那个贪饮，运气没来了，一来狂中。抓到尾巴，印象大好几倍，对不对？第九只，小只，不好意思，不会，换我可以吗？还要再来？干，不可以换我。十只，十只我停。好，没问题。OK， 没问题。冰棍，冰棍。好，进来，恭喜，感想。非常好，第二次而已。有没有累？非常累。好，踩鱼竿有力。对呀、啊。可以选一点五分。